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可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四十二章经，世尊成道已，作是思维，离欲直正，是最为圣。住大禅定，行诸摩道，于六野院中转四谛法轮，度骄尘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诸疑，求佛尽止。世尊教斥，一一开悟，合掌敬落，而顺尊斥。佛言：慈亲出家，悉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尽止清净，为四真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次为阿罗含。阿罗含者，寿终凌晨上十九天，正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悉自心缘，达佛心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力诸位，而自崇罪，明知为道。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之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神物在矣，使人如蔽者，爱与欲也。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耳语；意三者，嗔、畏、痴。如是十事，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矣。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附身，如水归海，渐成心果。若人有过自解之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得汗，渐有全损矣。佛言：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与自禁息，当无亲责，彼来恶者而自恶之。佛言：有人闻不守道，行大仁慈，故自骂佛，佛勿不对，骂子。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立，礼归子乎？对曰：归矣。佛言：今子骂我，我今不立，子自持祸归子身矣。犹响应声，影之随形，终无免离，神物为恶。佛言：恶人害言者，由仰天而堕，堕不至天，还从而堕；尘不至彼，还贫己身，言不可毁，祸必灭己。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至奉道，其道甚大。佛言：睹人思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沙门问曰：此福尽苦？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随命，此炬如故，福亦如之。佛言：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一持五戒者；犯五戒者万，不如犯一须陀洹；犯百万须陀洹，不如犯一斯陀含；犯千万斯陀含，不如犯一阿罗含；犯一亿阿罗含，不如犯一阿罗汉；犯十亿阿罗汉，不如犯一辟支佛；犯百亿辟支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得到佛经难，生直佛世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避欲不亲难，有势不临难，促事无心难，广学博救难，除灭我慢难，
不輕美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回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隨化道人難，倒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三門問佛以何因緣得知宿命，會其之道。佛言靜心守志，可回至道。譬如磨鏡，究去命存，斷欲無求，當得宿命。三門問佛何者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至與道合者大。三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罪名。佛言忍欲多力，不懷惡故，兼加安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心究滅盡，靜無下位，是為罪名。未有天地，帝於今日，十方所有，無有不見，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矣。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情緒，自手攪之，眾人共臨，無有睹其影者。人以愛欲交錯，心中俗興，故不見道。汝等三門，當捨愛欲，愛欲究盡，道可見矣。夫見道者，譬如詞句，入冥失蹤，其冥即滅，而冥獨存。學道見諦，無冥即滅，而冥常存矣。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慧者近矣，迷者遠乎。以愚道斷，非物所驅，差之毫釐，失之雖如。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知識，得道疾矣。佛言當念身中四大，各有自明，都無我者，我既都無，其如幻矣。佛言人隨情欲，求於聲名，聲名顯著，身已固矣。貪世常名而不學道，枉功勞形。譬如燒香，雖人聞香，香之準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後。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物，不足一餐之美，小而舔之，則有割舌之患。佛言人係於妻子捨擇，甚於牢獄。牢獄有散息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情愛於色，喜談驅馳，雖有苦口之患，心存甘服，投離自溺，故若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為欲，其大無外，乃有一耳，若使耳同，普天之人無能為道者矣。佛言愛欲於人，猶如執具逆風而行，必有消手之患。天神獻玉女於佛，欲壞佛意。佛言隔囊眾位，以來何為？去吾不用。天神越敬，因問道意。佛為解說，即得衰陀緩果。夫為道者，遊目在水，沉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為人取，不為鬼神所遮，不為回流所住，亦不腐敗，唔保此目，決定入海。學道之人，不為情欲所惑，不為眾邪所擾，精進無為，唔保此人，必得道矣。佛言神物信與意，與意不可信。神物與色會，色會即和生，得阿羅漢矣，乃可信與意。佛言神物是女色，亦莫共言語。若與語者，靜心思念，可為沙門，處於俗世，當如蓮花，不為泥喻。想其老者為母，長者如子，長輩如妹，智者如子，生道脫心，熄滅惡念。佛言夫為道者，如披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佛言有人還任不止，欲自斷音。佛謂之曰：若斷其音，不如斷心。心如弓槽，弓槽若止，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音何益？佛謂說偈：欲生於語意，意以思想生，意心覺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涉佛說。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報，若離於愛，何憂何報？
佛言：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掛海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鬥而死，或得勝而還，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鋭，不畏前景，破滅眾魔而得道果。沙門夜眾加涉佛為教經，其聲比緊，師父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緣緣如何？對曰：不明矣。緣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門得中如何？對曰：諸音譜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疲身若疲，意即生老，意若生老，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佛言：去自成氣，氣即精好。學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淨矣。佛言：人離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履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根原具難；六根既具，生中國難；既生中國，直佛世難；既直佛世，遇道者難；既得遇道，輕信心難；既輕信心，發菩提心難；既發菩提心，無心無證難。佛言：佛子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信吾戒，終不得道。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佛言：學佛道者，佛所言說，皆應信順。譬如食物，中邊皆甜，吾經亦已。佛言：沙門行道，無如摸牛。身雖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佛言：夫為道者，如牛負重，行心泥中，彼其不敢左右顧視，出離於泥，乃可蘇息。沙門當觀情慾，甚於污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吾是王侯之位，如過闢塵，是金玉之寶，如瓦礫，是半數諸福，如幣箔，是大千界，如一柯子，是柯柳池水，如桃竹油，是方便門，如化寶聚，是無上乘，如夢金柏，是佛道，如眼前花，是禅定，如須微處，是涅槃，如就直悟，是島正，如六龍母，是平等，如一真地，是興化，如四時木。好，我們繼續第三章。第三章我們上次講到剃除鬚髮而為沙門，受道法者去世之財，乞求取足。看到那個電視呢，就紅色的字呢，就是我們現在講緊的。咁啊，受道法者去世之財，受道咧，即係話我哋將我哋嗰個鏡啊，嗬，去抹曬啲塵嘅時候，嚇抹曬啲塵嘅時候會點樣啊？嗰塊鏡乾唔乾淨啊？乾淨啊，變咗明鏡啊，係咪啊？變咗明鏡，唔明咧就係迷咁解啦。誒唔明啊，蒙查查嘅，你蒙成成，我哋成日都話你蒙成成，即係話咩咧？蒙查查即係迷咁解，迷即係話 blind。見不到，看不到。咁咧，受道法者就即係話咧，我哋點樣啊？我哋明白啦，我哋唔係迷啦，我哋即係醒啦。所謂咧喺佛法嚟講咧，叫見性啦。咩見見咩性啊？見佛性，佛性就係智慧啦。嚇，嗰個咧明心見性，即係話我哋唔再迷啦，明白個心，見到個佛性。咁啊，好似四個字好容易講嘅啫，但係做起嚟咧，我哋要唔都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先可以明到心見到性。好，咁受道法者即係話我哋去曬呢個迷，見到呢個佛性。所謂我哋成日都講啦，所以中國人咧，即係中國嘅祖師大德成日都講啊，我哋出家人，尤其是出家人學佛嘅人，憂道乜嘢？憂道不憂貧啊！
我們呢擔心我們學到不得精進，我們很多人呢就擔心自己窮，但是呢祖師大德說你不如擔心一下你學到這個心不夠精進，還好過擔心你窮，擔心窮都有辦法解決，就次多出去勤力啲咯，食少啲，洗少啲，玩少啲，着少啲，住細啲。啊，而家香港有啲 nanometer 嘅屋，叫做納米屋，174尺，嚇、啊、一層一伙，乜嘢層樓有22伙人。你睇唔睇到我個 WhatsApp 啊？我睇到啊，嗬，嚇一百咩點住啊？大過你間睡房啦，已經。不過係成個 flat 咁解啫嘛。你间睡房可以开4间啦，系咪？佢系一个 flat 系174尺啊，都好大噶啦，香港。吓、啊、，Oh yes， 厕所都喺嗰度噶啦。啊，哇！你哋未见嗰啲龙诶，嗰、啲叫咩屋啊？劏房啊？未见过啊？诶、欸，你哋真系要搵啲诶，搵啲嘢俾佢睇下先得。呢、這个都系迷啊，真正迷啊！哇！你真系身在福中。真的要惜福，我不是说你不知福，你要惜福。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身在福中呢？我们真的要惜福，要知福，要明福，要修福，真的。所以整天都 叫你变成福头福脑，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假的，不是跟你讲笑，是真的。所以忧道是不忧贫，我们迷就迷在不是贫，迷在是我们见不到道，迷在我们不去修道，迷在我们不去学道，这个就是迷的。所以说我们究竟为什么会迷呢？无他的，无他的。我刚才我见到有一个居士，哇，你剪了头发好靓，他说师傅，我们这些人不就是咯，又贪靓，乱的时候想去直直，那时候想去乱，就成日在我把头发上搞来搞去。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剃除须发而为沙门了。白就话嫌佢白，就将佢变金；金就话嫌佢金得，就将佢变红。咁啊，就系成日喺嗰几百、嗰几千条头发度搞来搞去。咁你睇我哋几潇洒，系咪啊？哦，逢亲初九就剃咗佢。啊，有时真系要见，有时真系要见。你冇咁大声啊！你都要剪嘅。唔系啊，我话你都要剪啊，你都要花钱去剪啊，都要搞啊，都系掹下自己有冇白头发，冇咁大声啊，所以系咪啊？都唔够我哋潇洒啊！逢亲初九就剃一剃，除非真系要出去见人，要出去讲学先至话剃干净啲啊。咁啊，所以嗱，你哋迷咩啊？就系俾自己头发迷咗啦，吓，俾自己个样迷咗啦，俾自己头尾诶嗰几条鱼尾纹又迷咗啦。一阵又话呢度有查下睇系咪真系啊？一阵就冇晒呢啲咁嘅皱纹。你睇我话知佢啊。遮得到就遮，遮唔到就唔好遮，系咪啊？吓，最紧要就系因为自己睇唔到啊嘛，自己对自己个样迷咗，咁咪冇乜所谓，人哋睇啫嘛，你睇你唔舒服唔关我事啊，系咪？我觉得好安乐自在，系咪？正常咁啊，老就老，就有皱纹噶啦，老就有白头发噶啦，知唔知啊？咁啊，我哋就系点解？我哋老而唔想有皱纹，老而唔想有白头发，我哋咪迷咯。啊、所以迷就在乜嘢？迷就在我哋个心摆喺呢个身体个自我执着嗰度。迷在乜嘢？迷在我哋挤咗喺个外欲入边，我哋唔系挤咗个道上边。当我哋挤喺个道嘅上边，我哋就知道老病就必然老，就必然有皱纹，老就必然有眼袋，老就必然有白头发，老就必然会甩牙，系咪啊？正常，我哋知道咁就唔会被迷啦。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都咩呀？都是被這個外欲去點啊迷我哋。咁所以喺佛法講啊，我哋就點啊？希望我哋自己唔好迷自己，我哋要時常修慈悲喜捨嚇，唔好俾呢個外欲。呢、這個外欲，當我哋迷到我哋嘅時候，這個就變咗欲。但係你諗下，慈悲係愛心。同埋希望拔人苦啊！呢、這個慈悲喜捨喺佛法度講叫四無量心，幾大啊？無量嘅心喎、啊！欸、你話慈都係愛嚟啫嘛？喂，呢、這個愛同嗰個愛唔係好同噶？呢、這個愛係完全冇條件噶，係完全係單向噶，付出噶嚇。呢、這個係佛法講嘅慈悲喜捨。咁喺我哋中國
傳到落嚟嘅儒教嚇，即係孔教嚟講係講乜嘢？道德仁義嘛，係咪？呢個都係無條件嘅付出嚟嘅。咁所以啦，欲有者即係話我哋係點啊？喺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識背未啊？識啦，咁啊要識做先得喎。財係乜嘢啊？錢財啦，名咧，唔係色咧。色即係色欲啦，即係性啊，性啊嚇，即係 sex 啊，嗬，情慾啊。名咧，名譽啊，名利啊。食咧，飲食咯，係咪啊？睡咧。睡覺啊，睡眠啊，你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呢個有冇搞錯啊，師傅？嗱，財就要基本要有噶啦，係咪啊？咁色可以唔有嘅，唔要都得嘅。財色名利都冇乜所謂，冇乜所謂啊！嗬，你而家就冇乜所謂。當人哋毀謗你嘅時候，你話我最怕俾人屈噶啦，我最唔中意人哋屈我啊！嗰、那個都係，係當然啦，稱讚毀譽啊嘛。名誉名誉嘛，咪就係咯，你要揮霍。係你俾佢影響啫，唔係佢影響你。毀謗係因為你，如果你冇做，佢毀謗緊邊個咧？佢講緊邊個啊？嗱，這個世界上有個 monk 咧，就自稱叫 fat monk， 肥和尚，佢叫做 Ajahn Brahm。Ajahn Brahm 就澳洲嘅，佢成日都叫自己做 fat monk。佢有一個經典嘅故仔嘅，佢話 ：If somebody calls you a pig， 如果有人叫你做一隻豬，你唔使嬲啊！你望下自己似唔似只豬？自己唔似只豬，咁嗰個緊講緊嗰只豬就唔係你啦。誒媽媽。如果自己望下自己，我真係幾似只豬喎，咁肥，咁論盡，嚇，咁論盡。咁如果人哋真係叫你做只豬，咁你望下，哇，我咁肥，咁論盡，真係似只豬喎。咁我真唔好再做豬啦，咁我要減肥啦，積極。啱唔啱啊？嗱，所以根本呢個世界上有冇毀謗呢回嘢咧？有嘅，有嘅。咁你要檢查自己咯。點解你覺得係毀謗咧？即係你覺得係自己係清白，而人哋講咗你咁樣。你就將呢件事拿咗上身啦，咁你咪覺得係毀謗咯？如果你問心無愧嘅話，佢講緊嗰個我根本就冇做過呢樣嘢，佢講緊嗰個唔係我啊，佢講緊嗰個係佢心目中嘅你啫嘛，係對方嘅人，係對方嘅問題，唔係你嘅問題啊。咁關你咩事咧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 明嘛？嚇，明道啦嘛，係真唔係啦，係。啱啊！咁但係可能嗰啲嘢係真係自己啦。咁做乜你要觀察自己，要檢查自己咯？咁你又唔可以成阿 Q 啊，唔關我事嘅，唔使理。師傅話佢話嗰個唔係我，咁你即係冇檢查自己啦。如果你檢查下自己真係有咁嘅事，你就要改過啦嘛。咩明明望下，哇！真係又肥又論盡，成隻真係豬仔咁，係咩？咁你話？哇！佢真係講緊我喎，真係多謝啊！我真係要減肥啦，我真係要減肥，我要食少啲啊咁啊！或者佢知你係真係一隻豬咁，又唔係毀謗啦，就唔使嬲啦。係啊，係咯。如果你真係一隻豬，你又覺得唔需要減嘅，咁你咪真係承認自己係一隻豬咯。咁佢真係佢講得啱咯，啱啱啊，咁啊唔使嬲啦，佢就唔係毀謗啦 ，right？ 所以根本即係毀謗呢樣嘢係可即係可圈可點啦，係咪啊？可圈可點啊！咁啊，所以咧，記住啦，財色啊嚇，記住啦，嗱，貪瞓覺嗰陣時諗諗師傅講嗰句説話，財色唔係我講嘅，實在係真係祖師大德都成日都咁講。實在喺由地獄到天界咧，係無一能免嘅呢個財色名食睡。所以點解出家三門咧，就係最緊要就係去慢慢就係去除呢個慾念、呢個慾望、呢個慾愛啊。所以點解要剃咗個頭呢？就係朝頭早起身摸下，我連呢個84000個煩惱詩我都能夠寫啦，咁何況其餘嗰啲嘢呢？咁就摸下個光頭提醒自己，
唉，我出家修道的这样东西放下放下放下，学习学习学习，就是这样的。咁啊，去世之財，咁大家都係知道啦，咩叫做財啦？財即係話資產咁解啦，資財即係資產咁解。咁啊，實在嗱，呢個成段文啦，我都同大家講過，係針對出家如為説法嘅。咁你話去世之財，咁出家人咧，咁有咩資財咧？你唔好講啊，有啲真係有啲出家人都好有錢嘅，即係世俗嘅錢啊，嗬。咁所以點解咧？喺我哋如果真係你真係有依正嗰個傳統去出家嘅時候，係應該出家前咧將自己嘅資財點樣啊處理好佢，最好送曬俾人。咁又我曾經有啲人嚟同我講喎，係師傅我想嚟寶林出家，我要拎幾多錢嚟啊？我望住我哇！我出家一毫子冇俾我師傅嘅喎，我話點解你嚟緊我出家要攞錢嚟嘅？我又冇講過呢句説話，點解要攞幾多錢？我唔 know， 你反而你要處理好自己嘅資財，點解咧？有錢咧，我哋就咩啊？身痕嘅啦，無論你出家唔出家，都係有錢都會點啊？心思思啊，心思思啊，點解咧？即係你俾有時咧。即係我哋人咧，就有好多雜癖嘅。我哋一啲有啲嘢唔順嘅時候，我哋會諗翻啲咩啊？翻轉頭啦，記唔記得上次咪講啊？剃除鬚髮而為沙門，點解要剃除鬚髮？一就係我哋要毀形啊嘛，等自己唔好咁靚，唔好貪愛啲靚。二就係等自己點啊？唔好翻轉頭，唔好有一個回頭路。嚇！如果你話大把錢嘅嚇，譬如大把錢嘅，我有乜所謂啫？我咪至多出去我移民去第二度買間屋，人你都唔知道我翻轉頭啦，緣分唔到，我咪回還俗咯。咁還俗唔係一個罪嚟嘅，但係如果我哋要行呢條路嘅話，我哋自己要點啊？俾自己少啲借口、藉口、理由可以翻轉頭。好似即係好似個初八嗰日咁講。真係要宏道，咪要修，唔好講宏道先，要學道，要修道，要正道，乃至去宏道，唔係一件容易事。何況仲喺西方，喺一個咁亂啊、咁幼亂嘅國家，去弘揚一個咁深奧嘅法門，根本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啊！啊，唔同我哋中國，我哋本身已經喺我哋個血液入邊嘅嗰啲個佛法係咪啊？啊，喺我哋血液入邊，不過就係睇我哋呢個血液能唔能夠滋養到呢粒種子咁解啫嘛。因為喺佛法喺中國已經二千幾年啦，但係喺北美只有200多年，300年都未夠。諗下，咁你咁幼嫩嘅地方，你諗下要滋養一粒咁嘅種子要幾艱難咧？係咪啊？咁所以唔係容易嘅。咁所以總之啦，你去世之財咧，即係話將自己啊，將自己嘅現今世俗上邊嘅資產啊、財物啊，向全部點啊處理好佢。實在出家人咧，如果係喺一個叢林嘅時候，有分兩種叢林噶嚇，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叫子孫嘅叢林。子孫叢林咧，即係等於點咧？等於你嘅仔女。你的孫即等於你的家產，你死咗啦，你的遺產咧就俾咗你個子孫，俾你個子。咁你個仔死咗啦，咁你個遺產咧就俾咗個孫，即係嗰個家業咧喺個喺一個家族嘅字廟。咁咧另外一個咧就是十方嘅叢林，十方嘅叢林咩叫十方啊？東南西北四圍上下叫十方。咁十方嘅叢林咧即係話公家嘅。呢、这個叢林係公家嘅，呢、这個寺廟係公家嘅。咩叫公家咧？即係話個個人都可以嚟呢度住嘅。嗱、啊，所以係有兩種嘅叢林㗎。咁啊，你諗下啦。咁如果你話如果係家族嘅叢林，咁當然係喺佢自己個家族先至可以去接管或者管理嗰笪地方啦。但係如果十方嘅叢林咧，就係叢林咧就係點啊？選賢任能嘅。啊，選賢任能。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家族叢林，我就唔知應該個規矩咧都唔會離得太遠嘅啫。不過只係話佢哋係全部都係家族性去 run 嗰笪地方。咁但係你話十方嘅叢林嘅話咧，所有出家嘅人咧，啊出家人住喺十方叢林咧，生老死葬係全部包㗎。
全部負責的叢林規矩。但是當我們譬如好像我這樣啦， 我所有東西包括我穿的衣服， 我刷牙的牙刷牙膏、你們供養的所有東西，我們都大家怎麼辦，大家平均分的，那麼越 senior 那些就越有機會選先的哈哈笑得這麼大聲 我曾經都試過 junior 過分善而我哋，因為點解咧？嗱，譬如係啊，尊重啊嘛。因為譬如我哋過堂食飯啦，咁我哋派麵包或者派水果啦，咁啊行堂師傅啊或者行堂居士攞嚟俾你，咁啊梗係由上到落噶嘛，係咪由上到下噶嘛？梗係先而坐先，二戒啊嘛，二戒啊嘛，咁梗係老和尚先啦，或者西堂先啦，然後就一路派落嚟。咁我曾幾何時啊？25年前咧，我就當行堂居士師傅仔嗰時候咧，咁我做咗行堂啊嘛，行堂就一定冇得揀先噶啦，唔可以話啊、哦，我中意呢樣，我拎佢去俾，唔得，一定係要供咗大眾。行堂有時未必有飯食嘅，未必有餸食嘅。嗰日煮唔夠餸，行堂就冇餸食噶啦，就咪食腐乳咯，唔緊要。呢個係就係修行嘅機會。咁咧，我好中意食象牙芒嘅。咁啊，嗰陣時咧，香港咧就好多人去供象牙芒啊，夏天啦、啊，我師傅喺度嗰陣，我哋真係食噶師傅福音啦。哇！我見到象牙芒就流曬口水咯。咁啊，梗係冇得揀啦，係咪啊？咁我就心諗啊，哎呀，最好咧有隻象牙芒，有隻象牙芒，有隻象牙芒啊！咁啊，但係咧就唔係真係得啦，係咪啊？咁啊，到派曬啦冇啦，剩翻落嚟嘅係橙啊，我又唔係好中意食橙啊。咁我見到有個咁啊，佢哋食完飯咯，咁有個老師傅。個老師傅咧嗰陣時已經出家30年啦，你諗下嗱，佢一定有啦。佢實在唔係好老嘅啫，佢因為佢後生出家，佢20歲數出家，嗰陣時佢大約50歲到。我話師傅咧好啦，我唔係叫佢師傅，乜乜師我咧好啦，你有隻象牙芒，佢話邊個叫你咁遲出家咁，一句就冇聲出啦，冇得 complain 噶呢樣嘢，冇得投訴噶，係咪邊個叫你唔早啲出家？所以你唔好話師傅你好啦，邊個叫你唔出家？樹下，所以咧出家財咧就係、是、出家人嘅生老死葬全部歸寺廟，但係我哋死咗之後咧，全部亦都歸翻寺廟。所以咧，我哋譬如我如果我真係死咧，我所有嘅財產。包括我用的電腦，包括我的衣服、鞋襪，我所有剩下來的東西全部是放回落去常住那裡。然後常住呢應該怎樣？然後呢就找一天就召開大家爭騎會議，就擺曬出來，誰需要哪樣東西，你喜歡我的電腦你拿吧，你喜歡我的錶你拿吧，這樣分證了就將它再歸回去常住那個倉庫那裡，將來有用的再批翻出嚟。嗱，實在呢個係好公道嘅嘢，係好好嘅。等佢點解啊？唔好自己有私有財產，同埋冇得比較，冇得比較嚇。呢個實在係好好嘅。實在叢林嘅規矩係一個好好嘅、好好嘅嘅management 嘅管理嚟嘅。好啦，咁啊，大家都知啦，財色名食睡啫。嗱，色就係叫男女之慾啦，就係細即係。是很多時候都是怎樣，我們 會去追逐，會因為那樣東西而、怎樣覺得即罪累罪變成累罪了自己。飲食要知止足、我們飲食要知止足，因為怎樣多過多又損生過少 又壞健康，是不是、睡覺大家都知道，即是說不要經常貪睡睡覺，因為睡尤其是我成日都話啦，聽經啊，瞌眼瞓咧，第二世咧就做五百世做咩啊？大蟒蛇就成日成日就捲埋咧，就喺度咩啊？就因為點嘅聽經嗰陣時瞌眼瞓啊，成日瞌眼瞓啊，所以啦嚇。以前咧印度咧出家人咧就托缽嘅。咁咧，但係因為佛法咧入咗中國嘅時候咧，就變咗啦。咁啊，托缽咧就唔行得通，所以咧，出家人咧就開始點啊？以農禪為生活嚇，自己種啊，種稻啊，種菜啊，種茶啊咁。咁啊，以農禪又修禪啊，為一個修行嘅方法。咁實在生活點為之調得好咧？就係生活越簡單越好。越簡單越好，同埋越有規律越好。一冇規律，一唔簡單嘅時候咧，你個心咧就容易散，容易亂，容易貪，容易愛。
所以虛世之財咧，即係話我哋將我哋世間嘅財富啊等等咧，啊房地產啊，全部咧點啊處理好佢，唔好喺呢個錢財方面咧去用心，所以叫虛世之財乞求取足，即係話我哋出去乞食嘅時候，我哋點啊？我哋要知足。咁你話實在咧，講起咧世間種種嘅財寶咧，係靠唔住嘅，係唔長久嘅。嗱，曾經何時我哋見到好多人咧，都係喺嗰段時候風生水起啊！一刻子一個大風暴嚟嘅時候，點樣啊？破產係咪啊？破產啊！負資產啱唔啱？所以世間嘅資財根本就係唔長久嘅。但係我哋人就係咁迷信啊，就追世間財，越多嘅人就越覺得自己唔夠，就越想揾。實在咧，實在世間財咧就。講過啊，佛法講啊，我哋嘅財咧係五家所有嘅，聽過啦嚇。五家共有嘅，即係唔係淨係你一家，係要分五家。邊五家咧？睇睇啊，嗱，你睇睇你就驚啊，你睇睇睇就知啦。第一家係水災，咁點解話水災啊？你諗下，啲水一嚟到嗰陣時，你避唔避得到啊？你睇下 tsunami 日本嗰個海嘯啊！或者嗰陣時印尼嗰個海嘯係咪啊？一海嘯一水一嚟啊，唔好講海嘯啊，係呢排落雨，你睇下都已經浸好多地方啊！我記得我哋初嚟 Chilliwack 住嗰陣時咧，22年前啊，人哋話俾我哋聽咧，前幾年啫，就我哋嗰度有條叫 Vedder River 啊，好靚嘅，就係 Vedder River 咧水過高啦，連我哋個做蜜蜂個蜜糖好出名，我哋嗰陣時帶你哋初去嗰度買蜜糖嗰、那個，佢後屘搬咗去嗰邊啫嘛，佢間屋佢個蜜糖佢個蜜蜂就所有就係全部俾河水沖走咗，你話乜財產都冇曬啦，係咪啊？嗱，水災就係第一家，啊，第二家咧就係火啊，嗱火啊，實在比水仲更加恐怖。你睇下，我哋一到夏天就驚點啊？森林大火啦！森林大火，你睇下根本係永無止境，你撲都撲唔到嘅嚇。你睇睇前嗰排喺邊度？係咪 Atlanta 啊？嗰條天橋啊嚇，燒到冧咗啊！條天橋係咪 Atlanta 啊？唔記得啦，喺美國啊嚇，嗰幾個大地嗰、那個地方係有五條大嘅 highway， 有一條冧咗。唔知第二條又唔知做咩又冧埋，又係火燭，又係火燭。點解會啊？即係唔好理佢點解。你諗下火啊，連你最堅硬嘅水泥加鋼筋啊，都可以用得到嚇、啊。你睇911成棟樓係咁平平咪跌咗落嚟啦，係咪啊？所以你話，如果你有錢嘅住成幾大間屋，火災一嚟嘅時候，你撲唔到火，你就成間屋就冇啦嚇。啊嗰、那個家咪又俾個火攞咗咯，係咪 ？OK， 所以我哋個睇下，我哋個財富真係靠唔住。第三就係盜匪或者賊啦嚇、啊，你講噶啦。尤其是我哋喺住加拿大都好啲啊，啊，即係個治安都好啲。我記得我七幾年嗰陣時咧，住喺東岸嗰陣時，我哋真係唔使鎖門瞓覺嘅。啊！而家個個都點知鎖門啊？仲要落埋咩啊？牙籃、鑰匙、鐵匙啊、攬匙，而家全部建翻曬喺加拿大哦。攬匙、鋼鐵，個個都monkey bar曬自己喺間屋入邊。咁啊，仲要話咩motion sensor， 又話要牙籃。哇！開少個牙籃咧，就心驚膽跳啊！唔知有冇開牙籃咧？哎，快啲翻屋企睇睇有冇開牙籃。而家仲咩啊？去埋到個 app 度啊，個電腦、個電話成個睇到間屋有冇拆入咗去添啦。就係驚咩啊？拆入屋摸曬你啲資財啫嘛，係嘛？啊，有時好啦，就拆唔入屋啦。啊，又自己有錢得滯啊，又驚個仔俾人綁架，又驚個女俾人綁架，又驚自己個狗俾人綁架，咁咪死啦！咁咪就係咗為咗保命就係。你嗰啲錢都要俾曬嗰啲賊，為咗保翻條命，係咪啊？咁所以咧，賊匪又係同你分家產嘅，啊，分家財嘅。咁啊，第四咧就係乜嘢啊？惡王。咁啊，惡王咧，古時候咧就話有惡王啊，仁慈個國王咧就為子民嚇，為愛民兒子啊，係啊，政治咧就好穩定，家肥屋潤嘅差唔多。咁所以你話，如果呢一個領袖唔好嘅話，即係個王即係代表領袖，
或者主使管治國家的那個最高人物，如果管治國家的最高人物根本是一惡或者不善，或者真的發癲，或者是貪婪，或者是暴君，或者是惡的即是很多憤怒的，那你想想，你想想個國家，第一就是個國家好不好，國家不好的，國家自己入面子民不好，國家和另外個國家關係又不好，那你想想這個國家怎麼會有好呢？那你說這個國家的 家財會不會 last 到很久，會不會用得很久？不會 的。第五個是什麼？不肖子。我們經常都說的，哇，阿爸阿媽咧辛辛苦苦經營嘅，得嚟個血汗錢咧就儲起佢啊，就諗到分呢、這個分嗰、那個分嗰、那個分嗰、那個，尤其係中國人啊，成日都為住下一代嚟著想。哎呀，唉、哎，始終都係嘅，有份工都要留翻啲錢俾佢，睇下點樣買間屋啦，買間屋就買間好啲嘅啫，千方百計吃盡苦頭都係點啊？希望賺一點錢，留多一點錢俾啲子孫。如果有幸的，你有福的，生了个孝顺仔女，不用用你的钱，我告诉你，恭喜你。如果你是争那些福的，生了个孝顺仔女，就算用你的钱都适用的，我都恭喜你。最弊呢，生了个不孝顺的仔女，告诉你，你都未死已经拿了你的钱了，还洗完还要看洗突先。我告诉你，你说容易，你当然没有仔女啊你。哦，係啱啊，係啊，係啊，係啊，個仔踢個阿媽出。我曾經講過，真係啊，有一個老人家好淒涼啊，個老人家失咗佢好多錢剩，佢好似有四十幾五萬加幣剩啊，四十幾萬萬加幣剩啊。咁咧佢就話諗下，我留翻廿萬俾自己住老人院都夠用噶啦。咁就分咗個三十萬俾啲仔女啊，分咗下。咁咧就廿萬諗住。都夠用啦，一萬一個月都用唔到一千蚊啦，唔止。佢有廿萬就用曬廿萬噶嘛，用曬廿萬之後就政府俾噶啦嘛，你冇錢就啦，係咪？一個月要住老人院，邊度使一千蚊？廿萬 OK， 起碼可以用到廿年啦，係咪啊？用唔到廿年啊？十年啦，五年啦。誒冇計啦，我當用到五年啦 ，OK， 用完五年冇錢咯喎，冇錢啦，你知唔知啊？揾個仔啦，梗係咧，老人院梗係揾個仔去俾錢啦。個仔話唔關我事啊，我唔識佢噶，我冇呢個阿媽，唔係我噶，有好多我香港見有，喺呢度都見啊，我咪就係見到，我真係見到，我見到啊，係啊。是啊，啊你想到你想掂佢啦吓，所以咧我话如果你啊不幸生咗，不幸啊生咗一个不肖子，我话俾你听啊，我你死都死唔硬币啊，唔系话你啊，我哋死都死唔硬币啊，啊唔好咒你啊，啊，诶有啲因为有啲仔女点啊，一夜就将你个家产输清光。仲輸到突添啊！輸清光都好緊，都好啲啦。你咪再又提兩個，輸到突啊！你點還都還唔到嘅。你諗下，所以你真係嘅。賣咗阿媽層樓。哦，10歲啦，少見。咪咯，咪又係10歲咯。係啊，係啊，咪就係咯。嗱，五家共有啊，嗱，不肖子第一家。咁你翻屋企咧，你諗諗啦嚇，你計計啊。計計數，你自己諗咧。最好咧，你趁你家後，趁你而家仲有精靈，仲後生，仲醒目，嚇，好快啲分清楚佢。啊，得咩唔得啫？睇你夠唔夠明白去世之財啫。嚇，咁啊，所以話去世之財就係話，希望我哋做一個出家人咧，希望把世間嘅財物咧，去點啊？去除咗呢個佔有慾。當然啦，財富有財富嘅用途，係咪有嘅？咁啊，即係用得恰當咧係啱嘅，用得唔恰當咧就變成毒蛇，所以小心一啲。當我哋如果真係明白，我哋喺修道入邊係將呢啲財色名食睡逐漸逐漸放低喺個修道上行嘅話，我哋就會修到一個叫做七聖財。
七聖才咩叫聖咧？聖即係殊勝高尚咁解，即係話我哋有七種嘅殊勝高尚嘅財產。第一個叫做信財，咁你話哇用唔用得㗎？梗係用得啦，你諗下。信即是说 confidence， 你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这个法有信心，对这个修道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钱买得回来的，对不对？这个叫信财、第二呢就叫做戒财。戒财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持戒而收到回来的宝呢，不是钱可以买到回来的。你想想，当我们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只是不惊这样，就是因为你持戒而来的。当你不惊的时候，根本已经是一种喜悦了，一种殊胜了，是不是？已经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了。高尚的情操用钱买得回来的吗？买不到的嘛，对不对？你不惊用钱买得回来的吗？你成日驚怕黑，人哋話我俾啲多啲錢你塞住間門口啦，得唔得啊？一樣係驚啊嘛，仲驚啊，驚人哋打劫係嘛？唔係咯，係啊，所以係啊，賺咗咩誒？咪賺咗中咗六四九嗰啲人，千祈就唔好咩啊，唔好露相，唔好俾人知道你住邊度添，驚人打劫啊啊！啊，呢個叫第二個叫戒財，第三咧叫慚財。慚即是惭愧咁解啦，即系话慚即系话我自己知道唔好做恶嘅，唔好做恶嘅，唔做恶嘅时候，即系话我时常都能够生起个善啊，生起个善即系话我个心都好安稳嘅，系咪？呢个安稳亦都唔系啊，呢个善心而带嚟嘅安稳，唔系钱财可以买到翻嚟啊。好，第四咧叫愧财，愧咧即系话我哋。如果自己生起不善的心的话，我们知道怎样，我们羞愧，我们惭愧，我们知道我们要改过、如果你能够有愧的话，很难得的，因为愧是一种谦卑来的、因为愧是一种谦卑，而这种谦卑不是说可以钱财买得到，不是名誉可以给到你的、这个叫愧财。咁第五咧叫文才，文才即系话我哋得闻正法。你谂下，你睇下，我哋旧年咧要参加呢个法会啊，即系谂紧听经呢个法会啊，就系要星期三12点之前要注册啦，得到确定你先至好嚟啊，如果唔系冇位嘅。你睇下，今年仲有好多位可以坐落嚟，点解啊？冇嘢啊，唔嚟啊嘛，听听下唔嚟啊。不来又会怎样啊？没事的，你不听就没有啊，你就得不到利益咯。财根本就是一种利益的意思嘛。当你闻到东西的时候，即是听到东西的时候，当你听到的时候，你至少有个机会，哎，我记得哦。我记得的时候，将来有机会用得上的时候，你就帮到自己啊。是吗？不要你现在究竟用不得到先，至少你听到先。怎么深入一个意根而种善种的嘛。是吗？这个叫文才。第六呢就叫私才。私才就是说我们放弃一切的污染染着，就是说贪爱啊、欲望啊等等。私就是放弃，死这样。布施布施。但是呢这个就在这里来解舍。舍，剔手边个舍。就是说舍离一切。一切不会让自己 有任何一种污染、不会被这个贪嗔痴去污染自己、这个叫舍财而得到的大的利益。第七当然 最后一个当然是智慧啦，是不是、智慧就有，因为我们生到这个智慧，我们自然我会怎样、我们自然就会离苦了嘛，我们自然会得乐了嘛、所以这个生到的智慧，我们自然会得到大利益了。这个财就叫利益的意思。OK？ 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这个财色名食睡那里，
可以將自己慢慢磨滅一啲，然後再喺個道上邊要去世之財嘅話，再喺個道上面行嘅時候，我哋自然就會收到七成財，就唔呢、这個咧就唔使休嗰五家嚟同你分，佢哋分唔到嘅，呢啲佢攞唔到，因為點解唔係物質嘅嘢，係咪啊？唔係物質嘅嘢，所以佢哋係攞唔到你嘅。OK， 好啦，咁啊好啦，日中。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神物在矣。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咧，即係話俾我聽，我哋無論我哋由食開始或者住，包括我哋著都係點啊？最好越簡單越好。咁咧，實在一路以前咧都係講日中一食嘅。點解咧？因為以前佛陀在世嘅時候出去托缽噶嘛，托完缽翻嚟咧，咁啊～托得到就有得食，托唔到就冇得食。啊，托食完之後就點啊？洗腳，洗完腳就結家扶助，咁由朝到晚就修行啦。咁當你一坐嘅時候，你根本就唔使食啦。所以日中一食咧，當你喺個修禅定嘅時候咧，根本你就係好多時都然，有時日中一食你都唔使食添。但如果你話你唔係深入禅定，唔係話長期喺個修禅定嘅話咧，根本就係呢個身體好難好難因為由日中一食嚟支撐住。曾經何時我喺香港嗰陣時做行堂啊，咁有啲師傅咧真係日中一食噶，我嗰陣時唔識嘅，咁我真係蒙查查噶，見到點解？哇！點解佢哋喺下邊食完？點解喺過完堂食完仲去入廚房食嘅？哇！廚房食點止個缽咁多啊？係食多兩個缽咁多嘅嘢，一個缽咁大缽，再食多兩缽咪三缽。哇！點解佢食咁多？佢哋話：哎呀，佢日中一食啊！咁啊，咁啊，後屘我同阿師傅講，我師傅啊，日中一食咁咪賺到個胃大大，然後就一路冇個胃咪又縮縮，咁啊成日咁個胃咪成日咁樣，咁啊好辛苦啦。咁啊師傅講過一句話，佢話。佢話一中一食咧，同埋咧坐卧不倒單咧，即係唔瞓低而去不卧不倒單，即係休息嘅時候唔係瞓低嘅，係坐喺度嘅。佢話卧不倒單啊，要一中一食，真係要一中一食啊，真係要喺個心嘅禅定嚟。卧不倒單要真係要喺心禅定嘅，如果唔係咧，你係啊，你係不倒單啊，但係你個頭咧去咗膝頭哥嗰度啦，瞓到。我曾經見過啊，我有啲師兄啊，我見到你，咦，去咗邊啊？點解佢成個人接住曬嘅？根本就係攰得滯嘛，但係又好，佢哋又好想精進修行，但係佢哋又唔知個身體撐唔到，咁咪變咗點啊？坐喺度瞓覺咯，係咪啊？咁呢個就係變咗白費咗個功夫喎。反而令到我身體會出問題，咁所以點解咧？以前啊，實在以前咧就係一餐嘅啫。咁啊，後屘嚟到中國咧就有早餐啊嘛，早餐係食粥啦，係咪啊？粥有十里啊嘛，成日都話。以前講嘅粥咧係點樣咧？好唔可以太結嘅。嗰只筷子咧，個筷子一喺個粥上面一刮咧，刮完之後咧個粥會翻埋去嘅，你明啊？即係好稀咯。好稀啦，唔會好稠咧，即係唔會好結咧。你結嘅時候，你咁啊刮咗一個坑，個坑係會一陣先要翻，會貼翻埋。但係如果稀嘅一刮落去，即係好似海水咁一刮落去，噓一聲就冇咗噶嗰條坑。以前嗰個藥石係嗰個早餐係咁嘅，咁晚餐冇得食啦。咁後屘咧就晚餐就變咗叫藥石啦。藥石咧即係話呢個係我哋嘅醫藥嚟嘅，係治療呢個身體嘅。咁啊，所以點解？在叢林的話呢，夜晚黑一藥石呢就是很輕便的東西，不要吃大餐的東西。為什麼？他們說嘛，佛呢就什麼？我們呢就過了呢午就不吃了，過了中午不吃了。中國一般的個午呢就是11點至1點，但是真真正正的呢就要看個身影的，看個影子。我哋個影子，如果影子一向西嘅話咧，就唔可以食噶啦。咁所以有啲人持戒咧，持戒好嚴謹嗰啲咧，一個好多時過十一點半，佢哋都唔食噶。啊，咁啊，我師傅曾經講過，師傅嗰陣時去參學，問過一位老和尚，老和尚話：你覺得自己有咩不足啊？咁師傅話：我唔能夠持五釐咁，即係師傅話佢自己唔能夠持五。咁嗰個老和尚話：哦，
呢個係小小戒，即係呢個小小戒咁啊。即係話我哋可以開源，但係就唔好過分咁解。咁你會問啊，點解要日中一食啊？係要午飯食，因為佛在世時咧，曾經有個國王問過佛啊，喺呢個毗羅三昧經嗰陣時咧，平沙王咧就問佛點解日中而食啊？佛就話朝頭早咧就係諸天食嘅，即係所以點解要供諸天咧？由半夜三點鐘去供諸天就咁解啦。諸天就朝頭早食嘅，咁咧日中咧中日頭咧就係佛食嘅。三世諸佛食嘅日西咧，即係日落西山咧，就畜生食嘅日暮咧，就係鬼神食嘅。咁所以點解咧？千祈咧，如果得嘅就唔好食宵夜，最緊要。即係呢啲係同出家人講嘅啫，嚇啊出家人講。咁啊咁平沙王話：咁點解要咁樣做啊？好啊，因為點解如果你真的想修道的话，你至少在这个吃饭那里要怎样，要自己要简单一点，要舍利一点。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出家人希望能够日中一食，就是托，因为那时是托钵。而托钵还有一个特征的，就是他们托个钵出去托七家的，七间屋。如果七间屋你没有就没有了，你就要回去了。咁後尾咧，有啲咧真係托唔到啦，冇得食啦。可能一日又冇得食，兩日冇得食。咁後尾咧就再改咗個規矩咧，大家托咗翻去咧，大家分嚟食啦。咁就個個都有食啦。所以等你冇得揀嘅，冇得揀嘅。咁所以咧，佢哋以前咧就有好多條徑噶。咁咧今日就你哋去行呢條，你聽日就去行呢度，咁啊聽日去行呢度，咁啊就冇變咗等啲人都話：哎，我中意供呢個和尚，我中意供呢個咁冇啊！咁啊成日就溝亂嚇。咁啊樹下一宿啦，樹下一宿咁啊嗱，以前咧就係、是。如果你去見過嗰啲泰國嘅地方嘅話咧，泰國啲人咧就係喺個樹下度瞓覺嘅。泰國啲出家人啊，咁咧後屘咧就有把傘啊，嗬，嗰把傘咧打開咧就有個蚊帳，因為太多蟲蟻啦，咁咧佢哋就坐喺個蚊帳入邊。咁點解會係咁咧？因為嗰陣時根本咧就冇點啊，冇寺廟噶嘛，係啊，嗰陣時邊有屋嘅啫，嗰陣時冇屋噶嘛，係咪啊？咁後屘咧，孤獨長者咧。就咪起咗個奇緩精舍啊，係咪啊？奇樹級孤獨園啊嘛，起咗個奇緩精舍咧，嗰度係第一個精舍出現啦。第一個精舍佛陀嘅時候就係孤獨長者出嚟嘅奇樹級孤獨園嗰度。咁咧好啦，那個歷史一路流轉嘅時候就開始變啦。咁啊嚟到中國咧，仲更加變啦。咁咧就開始咧就多啲人都為自己點啊建精舍啦。咁啊，以前嘅規矩咧就係、是、好啦，你譬如你建咗個精舍，譬如我建咗個精舍啦，咁我出家得十年嘅啫，咁啊好啦，有個和尚嚟咧，或者有個比丘尼嚟出家十五年嘅，咁我就要搬走，要俾我間屋佢住嘅。咁你搬走咗，咁你點啊？你梗係諗住自己又再起翻間啦，係咪啊？就係、是、咁，所以咧就變咗越嚟越多呢啲精舍仔啦。咁啊～大家都聽過咩叫做方丈室啊？就以前講嘅精舍咧，就係一個方丈咁闊嘅啫，一丈乘一丈，所以叫方丈就係咁解啊！啊，明啊！所以方丈啊，即係住持咧，住持住嘅地方啊，叫方丈室啊嘛。實在就係因為嗰陣時精舍就係一丈乘一丈，所以叫方丈室啫，咁解啊！所以唔會好大嘅啊。但係咧，後屘咧就越嚟越大啦。咁嚟到中國咧，仲變成一個大嘅叢林添，係嘛？咁啊，直到仲喺有咗叢林之後咧，就變咗有點啊，百丈清規啦。啊，因為要點啊？因為多人住啦嘛，多人住一定要有規矩啦嘛。嚇，咁百丈禅師出嚟咧，就做咗個百丈清規咧，就係叢林嘅家規嚟。就呢啲全部啊，以前咧就係講啊，叢林有48個職事啊。啊！實根本就係一個大嘅企業，啊，有 CEO， 有 CFO， 啊，仲有 CKO，CKO 就係管廚房嘅，
啊，即係真係㗎啊 ！CFO 就係管庫房嘅，啊 ，CFO 就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係咪？有 CEO 就係住持咯，係咪監院咯？啊，四十八職啊，叢林四十八職，實在係一個好完善嘅一個規劃嚟嘅。不過啲叢林越嚟越少人住啦，咁連四十八個人都冇咧，咁我哋寶林得三個師傅加半個師傅仔，咁就三個半，你點可以 fill 嗰四十八個職咧？咪就係大家做，大家做得到幾多做幾多，個個都係 CEO， 個個都係 CFO， 個個都係 CKO， 行埋都掂噶啦，係咪啊？咁啊，實在希望咧就係點樣咧？叢林啊，規矩咧就希望大家咧聚合自己嘅力量，為國人服務嘅啫。咁所以樹下一宿咧就係、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實在一個講乜嘢？一個苦行啊，一個頭陀行，我哋叫做頭陀行，即係話好簡單嘅生活嚇。咁、有十二個頭陀行嘅。好簡單咁講，大家實在我上次講過啊。第一個咧就是、關於衣服方面嘅，衣服方面咧第一件就叫糞掃衣啦嚇、啊。我同大家講過啦，因為我哋出家人咧就唔著嗰啲漂亮嘅衫啊。喺佛嘅制定入邊咧，垃圾堆裡面咧可以執人哋唔要嘅嘢咧，翻嚟咧洗乾淨，破爛嘅布咧將佢縫做衣服，我哋叫白衲衣。有冇見過虛雲老和尚嗰件有一件白衲長衫咧？就係、是、一補來補去，補到一忽忽嘅。咁啊，即係希望我哋點啊？唔好去貪靚，唔好貪靚。咁啊，仲有三衣啦，三衣就係我哋上次講嘅，有五衣、有七衣、有九衣嚇。咁啊，呢啲咧就係我哋受戒嗰陣時嘅衣服。咁咧，仲有出家人著嘅袈裟。我都講過啦，叫壞色衣係咪啊？唔好著紅色啦，鮮豔嘅色啦，咁只係有幾種顏色嘅，黑色啦、啡色啦、灰色啦、綠色啦啊，或者深綠色藏，即係深嘅綠色嘅鴨啊，墨綠色係墨綠色嚇，咁啊叫藏綠色、藏青色。咁咧第二嘅頭陀行咧。有十二個嗬，咁啊分開三份。第二份咧就係飲食啦。飲食嘅就係話咧，第一個咧就係常乞食。我哋實在咧有個名咧就係乞衣仔，好似乞衣咁。因為點解我哋托背嘛，出去托背行乞嘛，行乞就係人哋俾你，即係你托住個背嗰陣時，人哋擠落去嘅時候，你咪覺得好似人哋施捨俾你咁。你就係一個乞食就係點樣啊？係訓練自己謙卑啊！訓練自己謙卑，咁當然啦，我哋自己謙卑啫。但係供養嗰人唔可以當話我俾乞衣啊咁就唔得啦。啊，因為點解有一個出家人嚟俾你供養咧，實在係你個福嚟嘅。啊，有一個出家人嚟俾你支持咧，係自己有咁嘅福德先至可以去供養。見到一個出家人而有機會去供養一個出家人啊。好啦，第二咧就叫做次第乞，次第乞即係話沿途托缽啦，沿途托缽即係一家一家咧七家，唔可以話呢一家窮啲嘅，佢次次淨係俾麵包喎，嗰啲麵包又係白麵包，我要食沙瓦刀，我要去揾第二間咁啊，咁啊唔得啦，咁就唔係次第乞啦 ，OK 嗱揀擇乞啦，呢個叫做啊。唔好話啊！我就中意揾間有錢人嘅乞，我唔去間窮人嗰度，唔可以嘅。我專門去揾有錢人唔得嚇，呢、這個叫次第乞。咁第三個叫一座食，一座食即係話咧，中午食完嗰餐，食完嗰餐就係食完嗰餐啦。唔好話咧，由朝到晚都食。唉、哎，在家人咪係啦嚇，唔係實在唔係在家人，有時出家人都會嘅。唉、哎，你今日咧做緊嘢咧，啲隔離又擺包薯片啦，呢度擺包餅乾啦，個擺到水果啦，嗰度擺雪糕啦。咁咧就係得閒就食，得閒就食，得閒就食，因為個袋就成日袋住啲嘢，得閒就食，得閒就食，唔得閒都食，係咪啊？係咪啊？啊，所以點解啲零食多過主食就係咁解啦？但呢個就唔係叫一座食啊！一座食咧就話嗰餐我坐喺度食完就係嗰餐就食完啦。哦，好啦，
咁咧就仲有咧，第四咧就節量食，節量食咧即係話唔好話啊，哦，我日中一食嘅啫，或者我日中兩食嘅啫，我就拼命食，食到咧哇脹曬大，脹曬啦，然後咧就 OK 啦。我驚我今晚冇得食，我又驚我今晚肚餓，唔係咁樣樣噶。啊，節量即係話飲食之止足常，後在空閒啊嘛。即係我哋要知道自己我飽啦，我就要收落，即係知道嚇節量。一食得多會點啊？食得多個身會好重噶，一重會點啊？瞌眼瞓噶，瞌眼瞓咪迷咯，係咪啊？嚇，好啦，咁咧第五咧就係中後不飲食，即係過咗五之後誒唔飲食。我前嗰排去電視台，訪問咁嗰個訪問人，你係咪日中不食？我唔係啊，我日中日食噶，我咧仲食三餐嘅。我話因為點解咧？因為初初嚟啊，我加拿大嗰陣時好多嘢都要自己做啊，爬樹啊，剪草啊，哇！剪完翻去，你知我哋女仔嚟噶嘛，好攰嘅，個即係嗰啲體力真係支撐唔到。咁啊，尤其是咧一啲有，如果我成日飛咧，仲更加弊。嗰啲時間係唔能顛倒曬嘅，食嗰陣時就唔想食，唔食嗰陣時就想食。咁啊，變咗啲時間就亂到。咁呢個係咪真係俾自己藉口啫？有時都係俾自己藉口嘅。咁但係實在可唔可以得？真係得日中不食嘅，實在係得嘅。如果嗰段時候冇咁忙，如果我喺禪修，一定係可以唔使食噶啦。啊，所以食一餐都得添。咁就即係話根本就係好多時因為個世俗嗰個雜務太多啦，令到自己根本個身體負荷唔到。咁我就選擇點啊？選擇為咗個健康先。咁我又唔係貪食，我唔會特登要去揾嗰樣嘢食，又唔會特登要煮大餐食。咁啊飽就輕輕飽就算啦，嚇、啊。好啦，咁第四咧，第三咧就係住處咧，即係住嘅地方。住嘅地方，第一個頭陀行係咩啊？叫柯蘭若處，你有冇聽過啦？有人成日都叫自己精神叫柯蘭嚇，柯蘭若處咧，即係話乜嘢咧？喺曠野，喺深山，冇人煙嘅地方，好寂靜，好安靜，咁啊叫柯蘭若。咁啊，出家人咧就希望咧就能夠住喺啲柯蘭若嘅地方，即係話遠離啲煩誒，遠離啲嘈雜啊、大城市啊、五塵六欲啊，唔使咁容易俾自己嘅起心動念。咁第二咧叫做重間座咧，即係話墳場咁解，即係墳墓啊。咁點解咧？實在以前咧，真係冇一個安定嘅處所嘅時候咧，好多出家人咧，去到邊度就住到邊度。咁喺重間實在都係一個好修行嘅地方。有啲人係特登去到重間度住嘅，點解咧？可以觀到啲屍體點樣腐壞，因為以前啲屍體唔係埋落地噶嘛，就咁擺喺度冚住嘅啫嘛。咁又隻眼就冇碌到咁大。咁又真係㗎，尤其是譬如喺佢哋喺泰國啊，有啲地方啊，佢哋修行嘅人咧，真係嘅，知道有人將咗條屍擺咗嗰度，佢哋就特登去嗰度，特登去嗰度睇住條屍點樣變，咁叫做不淨觀啊，觀身不淨，咁又睇到自己都係咁就執著乜嘢，執著咩靚頭髮、靚眼睛、靚衣服咧，唔使執著啊，因為遲早都會變成佢咁啦。啊，重間住咁咧，第三咧就叫做樹下座。樹下座即係話有樹嘅地方，我哋就能夠休息、休養生息啦。露地座即係隨便坐。如果冇樹咧，就係、是、露天，太陽又好，刮風落雨都好，都係依舊將個身心安定落嚟去用功。咁第五咧就係、是、常坐不卧，即係卧不倒單咯。嚇！咁呢個咧就實在都係唔係容易嘅。咁所以由衣上由衣服開始到飲食，到住處，總共夾埋係十二個頭陀行，即係十二個苦行。咁就係呢個十二個咧，就係希望點咧？希望我哋身為一個出家人咧，唔好咁執著感官慾望嗰種享受同埋滿足。咁所以第三章呢、這個割愛去貪，最尾佢話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佢令到我哋蒙蔽咧，就係乜嘢咧？實在係一個貪愛同埋慾望。我哋要知道，我哋已經根本有機會學佛，再更而去捨離俗家而出家嘅話，我哋仲更加要明白乜嘢叫做捨，咩叫做離，咩叫做斷。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爱欲入面断了去，而令到自己不要蒙蔽。实在 不是容易的，但是得不得呢？真的得的。如果不得的话，佛陀都不会说可以修行而去证悟道，是不是？而佛陀说过，我们两边的极端都不好的。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修苦行，树下喐一宿，日日吃几粒麻米。另外一个呢，就狂的享受欲乐。两边都不好，就是要走那个中道。有个走个中道，他希望走个中道，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欲望减少，不要贪得无厌，不要得到很大的身心的满足，而要得到这个满足，而千方百计去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说使人愚蔽者爱欲也，就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受住这个爱和欲牵引，令到我们迷失方向，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学习呢？就是将我们的生活 由衣服、由住处，乃至我们身心的方面，都希望怎么越简单越简化越好咯。 OK，虽然说这个是对出家人来说，但是实在我们在家人都应该好好地学习的。好了，咁咧呢度咧有个问题，佢话：请问师傅，当我哋喺荒野冇任何食物嘅时候，又冇草木，只有动物，我哋又十分肚饿，可以杀动物食吗？哇，都几系啊！嗬，不如咬自己啦。有动物，你又十分肚饿，唔知你捉唔捉到动物啦？嗬，捉到动物嗰阵时，你估你食唔食得落咧？嗬，我谂我食唔落啦。我不知道了。我记得我看过一套戏是真戏来的。那些飞机在哪里？在雪山。在雪山就跌了下来的。有几个死了的。他们又没得吃嘛。终于其中有几个就说，我们一定要割我们的同胞的肉来吃，如果我们根本就维持不到。但有些是完全不肯的嘛。完全不肯，那么那几个死了，但是终于呢肯吃那些呢，就怎样，就能够救生存咯。但是你想想，他是吃那死了那些的，但是都是挺难的，肯定有阴影啊，这个。那你说你问我这句说话， 我真的不懂答你的，可不可以杀？你说可不可以杀呢？那你说你如果你杀了动物，那就 你真的要回向给他。我现在拿了你的命，你就滋养了我的身，因为现在什么都没得吃了。那我吃了你呢，就希望将来我学到佛，我修到法，我就希望能够渡回给你，我回向给你啦，好不好？那我唯有这样说，是不是？即应该是这样做嘛，因为他滋养了你嘛。是不是等于现在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丰富，这个生，即是现在这个物质这么丰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肉食去滋养我们自己的。那我们都不去发心去食素，那我们又有点难过了，有点难过了，是不是？但如果你说真的没有的话，而我们又想活下去，又想去继续修道的话，真的要看个情况，看看一就是你有没有力气去捉到这动物先啦。是不是？二，那隻动物会咬回你一口啦。三，就是好了，你咬不咬得落啦。如果你真的咬得落的，就你要发大愿，要第一个就要到这隻众生第四。是啊。是啊。但是你知不知道印度，不是印度人，那些土著呢，那些土著，譬如他们去拿三文鱼，或者去什么呢，他们有仪式的，他们全部做了 spiritual practice 的，他们不会立乱就这么杀的。他们不是为了杀，他们是为了生存，是两回事来的。所以我说，如果是真的，可能我到时候我都会吃的，但是我会跟他说，我真的没办法的，如果我只是拿到这只脚，我就只是吃这只脚。等你有翻两只脚可以走，咁咧就至少我能够活落去。咁但系如果真系攞咗呢条命咧，我希望我有命嘅时候，我能够希望回向翻俾你，我一定会承担杀你呢个因果，我哋一定要承担嘅。
啊，然后就希望渡佢咯。啊，咩叫情执与无情有关系嘛？哦，喂，情执同无情系两回事嘅。无情就无情，即系冷咁解。情执咧执着一个情，死都唔肯放，同无情唔关唔一样，两回事嚟嘅。啊，情执即系话，譬如啊。我好中意你，我真系实在好中意你，哇！真系中意到你不得了，到你死咗啦，佢都仲系咁由朝到晚都思念，思念到咧，即系嗰种执着根本就系完全蒙蔽咗自己嗰种理性啊！呢个就系情执，唔系一定要向人噶，对物都可以起情执噶，对事啊，对动物，对人事物都可以起一种执嘅，哦。是啊，不捨得掉，不捨得掉，不肯承認他已經離去，或者不願意接受他的變化。啊，是啊，概念都人事物咯，啊，思維都是的。哦，OK，啊，好，第四章講不到了，哈，咁呢Canada Buddhist Festival， 大家都知道嗬，5月28日，9:30至6:00啊。如果你哋想去報名做 volunteer， 去 polam@polam.ca。Mindfulness Meditation， 6月18日滿咗啦。7月16日有個兒童課禪修課程。如果你要想你啲屋企細路仔報名咧，係8歲至15歲去上去 Dharma Therapy 嘅個報名。咁有個大吉祥法會係8月1日到到8月7日，記住第一日咧叫做感恩禮拜，第七日咧就叫做懺悔禮拜。咁如果你有邊樣嘢你覺得係要感恩，或者你覺得邊樣嘢要懺悔嘅，盡早寫 email 嚟嚇，咁咧我哋就將佢集合成108拜108句。OK， 好，我下個禮拜開始出門去好多地方。星期五去三藩市，星期六去多倫多，多倫多之後回來做這個 Buddhist Festival 之後就去澳門，不是去香港，去香港去澳門，去澳門去北京，北京去福建，然後就回來，所以呢要停幾個禮拜，你們不要那麼害怕，是我去而已，不是你們去我 slow down 了，我不是已經停了整個月了，你咪你亦個禮拜差唔多見到哇！係需要 slow down 咗，我今年淨係6月、9月、12月去啫 ，slow down 咗佢啦。啊，6月、9月、12月啊 ，OK， 出年仲更加 slow down 多啲 ，OK 嚇、啊，放心。哦，OK 嘅，啊，翻嚟我話俾你聽，我做咗啲咩嚇 ？OK， 好，唔好意思，今日過咗時，我哋回向。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啊，好希望你哋咧，呢幾個禮拜我唔喺度咧，你哋自己都個個禮拜三讀一次《佛說42章經》，同埋咧可以上去 YouTube 咧再複習。啊！之前嗰啲或者睇翻以前四個心經又好，大吉祥經又好啊，或者不怕生死入邊嘅都好啊，將佢複習自己多啲複習，唔好讓自己懈怠咗落去，好冇 ？OK， 好，我翻嚟再見你哋嚇。OK， 拜拜 ，good night。